通膨降温，十一月核心 CPI 涨幅创于一年半新低。主计总处六日公布统计，十一月 CPI 上涨2.9%，涨幅和十月的3.05%相比已有收敛。不含蔬果与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2.38%，则创下去年三月以来新低。换言之，核心 CPI 涨幅已经回到俄乌战争之前的水准。 但民众对于通膨感受依旧深刻，主计总处指出，民众频繁购买的蔬果与外食涨幅较高是关键。囤房税二点零拟分三组课征基准，六都税率三点二 percent 起跳，与期户以上达四点八 percent。 有关囤房税二点零的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已送立法院审查。囤房税二点零将加重多屋族税负，全台二十二县市分为三组，六都适用税率三点二 percent 起跳，非六都二点八 percent 起跳。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将采全国归户，法定税率调升为二 percent 至四点八 percent 区间。 囤房税2.0修正通过后，预计113年7月实施新制，114年5月正式开征。建商于屋持有期间在两年以内，法定税率区间将落在2%至3.6%；超过两年则适用一般的非自住税率2%至4.8%。肖美琴回应灵活外交让台湾有尊严，吴新盈遭疑财产申报不实。 国民党批评前驻美代表肖美琴对美卑躬屈膝。肖美琴六日表示，外交工作需要非常灵活，有时候要很柔软，有时候要很强硬。她有自信，这几年她让台湾人更有尊严。媒体报道，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的申报资料中未见比利时及丈夫相关资料，遭疑申报不实。吴欣盈竞选办公室回应，已找律师跟众选会对接，处理后续事宜。 NCC 六日表示，针对董事长赵少康成为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一事，已收到中广回函，赵少康已请假，并指定董事陈胜仪代理。业者强调，不受党政军势力影响，也从未有经营阶层指示或干涉。马文军遭曝住违建农舍，南投县府证实未申请执照将裁罚。 南投县第一选区国民党立委马文军遭报位于国有农地的七百平庄园式违建农舍。南投县府六日表示，该建物没有申请执照，依程序由公所查报，县府将依建筑法与都市计划法等财罚。 马文军则在社群媒体上解释，指该房屋是他父亲生前新建与遗留下来所继承，至今三十多年，税捐单位认定目前价值低于十万元，而建物所在农地部分也是依法承租与缴租金。撞球之子杨清顺四十五岁病逝，师父赵峰帮万喜。 两度夺得亚运金牌的台湾花式撞球选手撞球之子杨清顺，去年罹患肺癌，病情一度好转，却在六日上午病逝，享年四十五岁。杨清顺来自高雄，十三岁开始打球，一九九六年投入职业撞球，就以全胜姿态赢得全日本花式撞球锦标赛的冠军，成为该赛事史上最年轻冠军。一九九零年代至二零零零年代间，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颁奖台。 他的师傅赵峰邦对于爱徒的病逝表示难过，并坦言觉得很可惜。玉山雪山有机会再现雾凇，明清晨最冷，北部低温十三度。中央气象署六日表示，凌晨三时零九分，玉山气象站最低温度摄氏零下六点六度，玉山北峰观测到雾凇。 最冷的时间会是在八日清晨，由于水汽少，辐射冷却作用强，北部低温约十三度，沿海空旷地区可能再降一雨两度。八日白天就会回温。九至十一日东风至偏南风，白天舒适温暖，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台湾学生 p i z a 与 ICCS 国际评比表现优异，潘文中归功一百零八克钢。 台湾学生在 PISA 与 ICCS 两项国际评比中表现优异。教育部长潘文忠六日接受访问，将此归功于108克纲的实施以及疫情期间的数位学习工具投入。 他特别点出，这次接受二大国际评比的学生都是使用一百零八课纲，新课纲强调素养导向与探究实作，鼓励学生从生活问题中找到解决方法，并鼓励孩子接触平权与性别等多元议题，与国际评比的重点相符。另外，台湾学生数学表现在参与国家中排名第三，然而在风光背后，数学焦虑指数同样偏高。 教育部长潘文中表示，会从教学方法与线上学习等方面改善。富比是全球百大全市女性，蔡英文名列三十，与苏姿峰四十九。富比是杂志五日公布二零二三年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总统蔡英文名列第三十。 复笔是写道：“蔡英文2016年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她促进台美关系发展，并使言透过生物科技和绿色能源领域的举措刺激经济，使台湾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一员。”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说，已正式通知中国将退出“一带一路”。 两名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六日告诉路透社，意大利已正式通知中国将退出“一带一路”倡议，除非意大利在今年年底前选择退出，否则这项协议的效期会自动在二零二四年三月延续。根据路透社，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最近几天收到意大利通知，中国政府不会续签该协议的信，但双方皆未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辉达与美国合作确保供中国新晶片符合出口限制。美国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六日表示，辉达正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确保提供给中国市场的新晶片符合出口限制。辉达在十一月财报中警告，美国新规定实施后，第四季在中国的销售额预计将大幅下降。 路透社上月报道，回答已告知中国客户，针对中国市场新的人工智慧晶片上市时间将延到到明年第一季。但黄仁勋拒绝证实路透社的文章。开箱老照片：叶素飞掏空博达坑杀投资人。前博达董事长叶素飞被控掏空博达公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被最高法院以违反证交法等罪判刑十四年定业。 叶素飞在一九九一年创立博达公司，一九九九年股票上市，一年后登上股王宝座。叶素飞身价水涨船高，但二零零四年六月，博达无预警宣告无法偿还近三十亿的公司债，引发外界哗然，掏空案也才因此爆发。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